好，回来看到这是新北市北海岸的国际风筝节，今明两天在石门白沙湾举行，来自国内外超过了20个风筝团队呢，是各自秀出特技风筝，互相较劲，风筝飞满天，灿烂缤纷，还有人呢就趁机在海边呢单膝下跪求婚，成功的抱得美人归。 栩栩如生的造型风筝在天空翱翔，两匹骏马在空中仿佛在奔驰，还有一群海底生物大章鱼、大红鱼全都飞上天，就连平常都在路上跳舞的三太子也冲上天际。还蛮特别的，第一次看到特技风筝，特技技术风筝很厉害。 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明两天在石门白沙湾举办，新北市长朱立伦也特别到场同欢，回忆儿时乐趣。风筝是我们小时候大家觉得最快乐的事情了，那尤其跟爸爸妈妈一起放风筝，我相信所有的小朋友会觉得非常的快乐。吹着海风还能看到风筝飞满天，这么浪漫的气氛在这边求婚肯定会成功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国内外超过20个风筝团队，150位风筝好手一同竞技，就是要让民众看见最与众不同的特技风筝。